我今天是来退货的。是哪一件穿的不合身吗？真不好意思啊，直接都退了吧。都退啊？全部？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标签、发票、小票、购物袋都在吗？少一样我们都是不给退的。穿过吗？影响二次销售，我们也是不给退的。你好好检查一下吧。买不起就别买啊，这都回去几天了才想起来不要了。这些东西都是那位小姐要退的是吧？嗯，李总好。李总好。每一个顾客都是我们的上帝，只要符合公司退货规定，都不应该拒绝顾客的要求。客户既然来了，那我们就应该一视同仁，都应该给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客户服务。这么在乎谁有钱谁没钱，我想你们更应该去银行上班，不是吗？